good purposes for peac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Ame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尊敬的司机主教，还有总主教，还有我们教廷大使馆的同仁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很重视现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远见跟指示。他希望台湾的教会成为中国大陆教会牧养陶冶，的这一个桥梁角色。近年来，我国政府还有跟台湾的教会呢，在安排大陆籍神职人员到台湾进修研习。那在这一个部分，我们会努力扮演好这个桥梁教会的角色。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我们江汉生校长，这个辅仁天主教辅仁大学在扮演这一个训练大陆神职人员的部分呢，相当的用心。今天很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简单的午宴。那我希望大家继续我们来努力增进两国之间的各项交流。如果台湾能够办梵蒂冈合作，任何事情就请大家不吝指教，我们一定努力来增进两国的邦谊，来协助我们的圣教会呢能够在全球牧民的这个工作上，让台湾能够有更好的贡献。作为天主教友的台湾的副总统，我今天在很荣幸能够有各位来参加这个午宴，也在这里祝各位这个身心康泰，天主保佑，大家平安。